到我们的现场啊，今天好棒哦！不管是现场的朋友，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室里头的所有的朋友哈、哦，大家晚间好。是的，晚间好、啊，我们是宝贝姐妹呢。今天开心，很开心，在七月初的时间呢，来到我们这边，然后呢，唱歌给大家听，希望大家呢会喜欢今天我们为大家安排的一些歌曲哦。你干嘛？没有啊。跟他去刮时间了，你看。没有啊。吹你一干将，因为我姐姐今天穿很可爱的颜色。对对对。一个人挡不紧张。怪怪的，不是。怎样？因为我这个地方很滑。怎么？这整个板都是滑的。看一下。哦呀呀呀！伊个扮拢油的，摊街我看到今天这小查某不要跳舞了呢。我不是不要跳。台下明明跟我讲，今天咱就爱看努力，爱看油，爱看看可爱。我现在开始可以可爱，因为我在那边打诶，你徛一刀，你会较晓不？哎呀，不要紧啦，一刀较骨肉啊，咱就徛一刀啦。不会太后面吗？啊，只连个脚慢慢行去到位吗？你小心，你真的要小心哈。来，今天很开心啦，这个七月初二，看到我们在场所有朋友，希望大家一样身体健康，事如意。再次要谢谢头家卢主理事会，还没有邀请呢灵魂人物我们的这个节目主持之前呢，我们再来唱一些歌曲给大家听。是，那谢谢大家刚给予非常礼貌的拍拍手，真的耶。因为节目一开始，大家可能那个心情还没有到最高昂的那个气氛，没有？有啊，很高昂啊。可是你们还要给我们。掌声，我们真的，哎呦，真的超级感动的。你人笑咧嘛，喂，把你存的钱靠哥哥的戳戳的给拔倒呢。OK， 这样，免惊，一条哥你卡一刀，你无白哈，头先。我有白，我去后背白呀。有白免惊，这白宝贝的，来，福建歌上你大家，来听看卖，一首大家拢要唱的歌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来，破声破口不能讲。来，这首歌送给大家，你卖乱讲了，一拖卡是咕咕的，我讲哎呦呦。上台，来，阿哥来了。小的这班白骑马骑一道路，正月算来桃花开，桃花是随人人爱，我爱桃花予人知，不知你是灵魂最红腮。哎呦哎呦哎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哎呦，正月算来。你的名字较好咯。嘿，快点出来！加油，加油！正月算来，人也红，有钱免惊的娶无人，有人白白来相送。是无爱，又搁嫌加工。哎呦哎呦哎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哎呦。正月元宵，四十五，空空地命伊娶无宝，欢声欢哭无人甲你报。开门困难怕命存苦，哎呦哎呦。
谢谢，你卖看，卖看我这点面条条，其实我补衫补裤真厉害的。反正是我较不要补了。你叫我甜啊补啦，我拢补着我家己的手，不是补着的衫。所以咯，要生个吼，啊你斯文，其实就伊这生了查某款，无查某款的，我这种较查某款的，我较斯文的嘞。真的人不可貌相。人不可貌相，对。OK， 不要看你条条安尼，伊就是在伊做工课哦，做个真好。前面叫我做工课真好。做家里的，伊做女佣啊，做出来的工课。出来工课啊，我是真认真嘞，把露台顶无安尼认真了。来，你看到这个天色也开始这个渐渐的暗下来了，这个最棒的欣赏歌台呢，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最棒。在还没开席之前，来喝平安发财酒的朋友一样，也先可以观赏歌台。人多的地方呢才会热闹，热闹的地方才有财气、福气、旺气哈。希望大家都沾得好福气。再来一首歌，老爷求心没关。我们来一首，刚才是流行歌，然后就闽南语歌，现在就来给大家带来一首金曲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叫做《新桃花江》，送给大家。来来来，这首歌曲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听的人家说，嘿，说什么？是美人我好凶哦，桃花千万朵呀，比不上美黑人多。嘿，不错呀，果然不错。我每天读到那桃花林里头坐，来来往往的我都就偏偏受得那么好，什么好呢？真是伶伶俐俐，小小巧巧，亭亭袅袅，多美多娇。那些美的呢？那些飞一点儿的，飞得多么的沉，多么的远，多么的俊俏，多么的润。手的脚，你到底怎么样的选，你怎么样的挑，我也不爱手。再说呢，我也不爱背，我要爱一位像你这样美。嘿嘿呀，不瘦也不肥，哪怕练成匹配。只爱了我，好桃花江是美人我。你比那旁人美得多，好桃花江是美人我，桃花千万朵呀，比不上美。人家道，嘿，道什么？桃花江是美人潮，桃花颜色好呀，比不上美黑人娇。嘿，不错呀，果然美妙。我每天坐在那桃花林里头轻摇。往往的可不知多少，有人介绍吗？哈呦嘿哈，今天认识了这一对，明天认识了那一半，那什么好呢？每天成群结队，笑笑谈谈，悠悠弯弯，无期言无伴，随心所欲呀。自从认识了你，你可从了你，我成了心，我生了恋爱，我多了情。啊哈，我
千里，灵魂就天上飘，爱情火燃烧，我全是融化了。生了红桃花江是美人潮，再说呢爱你比那些美人好，嘿嘿呀，红桃花江是美人潮，桃花颜色好呀，比不上美之后呢，随着你的掌声，当你迎来今天晚间最重要的灵魂人物，是大家到此的来到现场呢，也是为了他的这个搞笑而来。是的，他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位艺人哦。最近呢，他也呢开始了一个自己的部落格，叫做路边歌王。那个哪有厉害？厉害啊！出书、演戏，然后最近还有二三五九那部电影，大家一定要去看哦。不用看啦，别别都跳离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他后面这样开呢。开嘛，小通弟弟时间开嘛，无买的时阵你开。你去看，我袂去看。来，马上邀请这位呢，大家非常熟悉，我们非常本土的一位这个搞笑天王，我们的这个路边歌王，来掌声欢迎我们的王磊。路边歌王就是不一样，出场有蹦。开玩笑，做歌台二十年，还有那种号迎接我。我跟你讲，希望明年来请两家赛来迎接我。哇哇哇！你好有有点爱开台，开笑你多。我吓到我，真的我吓到了。你不知道的，我不知道哪里知道。我们出道这样多年都没有看过四一出来有这样爆的嘞。你很像，你很像部长来了。真的太厉害了。不愧是我们的路边歌王。我真的路边歌王，不是这，不是嘞，我们就在操蛋。开玩笑，你看今天我。因为今天我是第一场进入歌台，今天第二天，对对对，我是第一天做，第一个综艺，我也是第一个，我是第一个，哇，这比较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这道诶，good 的要小心，OK 啦，不要 good 啦，我冇签名，你笑诶，good 的 OK， 我要小可出一把刀，明仔再逃办。哎呦，爱逃办嘛，吃啊较好，啊吃啊种拔刀。我没事没事，休息休息休息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是卖拔刀啊，我也是拔刀，但是我阿边今年无请。OK 啦，规件你看啦，你也唔捌逃办对无 ？OK 啦，先免给拍照嘛，我和你逃办。好，来，宝贝姐妹，今天第一台开工的时候，刚好唱到她的衣服掉下来。哎呀，你笨掉！我跟你讲，我的姐姐唱歌哈，你看她穿新服装、旧服装都好，伊的礼本无加漏，迄个就毋是大爆料。伊上暑假就是迄礼本一个长一个短。我跟你讲啊，记者人啊，包哇是袂夸张的。有嘞，今天有清明的记者。清明档就下线，哇，宝贝姐妹，明天的唱歌台唱到衣服，唱到一半掉下来。如果是要写这样，麻烦写大宝就好，没写过呢。坦白讲，今天哦，很多有做直播，清明也直播，以及立新娱乐制作也直播 ，Aaron 丹、陈志伟直播，对，包括王磊也削出去了，两个网站全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。好，待会我们下台也削，也一起看。来，今天看见王磊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头发多了。对，林北没有戴帽子。哎哎，对哦。哎，不戴啦！不戴啦啦！你别长头发还戴头发，神经病！你不是长头发，你是粘头发还是长头发？我刚才要上来的时候，本来要戴帽子的，刚好一个安迪走过去，哎，梁朝伟来主持歌台，你别听了。喂，梁朝伟，哎，安迪咧，不是摆那一张，就是把酒无偌好了，你个梁朝伟。你明仔多去挂把酒。哎，我有物件给你通知啦，你头先出来不是有博咯？啊对啊，环境职工，等你扣扣个才对。还了你俩俩讲无所谓，安安聊我，我也无爱代志啦。但是今天很开心，很开心。我跟你讲，他们来我更开心，还有两三位来我更开心。谁呀？他们是住在印尼一个小岛，叫苏达班江。要坐船很远呢，要坐船过来啊，巴丹要四个小时五个小时，巴丹还要坐船过来新加坡四十五个啊一个钟头，总共要过关卡，他们要花七八个小时哦，还有路程嘛，哇，真的非常感恩，特别来支持你哦。他不是啦，他来他们好应该是假爸爸代替啦。
他们来三天就是来看歌台。哇，真的？哪里你知道吗？在哪里？角头两位红衣的两公婆。欢迎我来到新加坡，不简单嘞，是来颁奖来个一段。伊是讲吼，哎呀，安尼来到地看歌台无高音，我马上叫李史辉落高音落三百只，回去个个人。靠，你头先我听头，我头先听头客讲，早早就安排好事，你莫去骗去哦，兄哦，这样莫去骗。我还相信你嘞。好，来来来来，休息会，两位要跑台嘛？对对对，谢谢。哎，这边滑，真的滑，真的。这边滑，这边这边有板，真的真的。不用怕啦，因为纯日鸟外。慢慢哈，跑台跑台顺利啦，谢谢大哥，好谢谢谢谢，加油啦加油啦，右边哥，哎来来来，今年的今年的歌台怎么样啊？无啦，我啥物人搬好台了，不是纯龙女还比我台。没没讲真的，今年歌台怎么样啊？就这样喽。你比去年好吗？比去年差。我跟你讲，外来的歌手不要再来了，他们已经看不见了。你不敢讲，你别敢讲。真的，不要再来，要来哈自己来就好，不要带朋友来，走。来来来。